着了，好想睡觉。下班的时候就想说，不然走回宿舍好了。然后买了晚餐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要走这么远。现在是半夜两点，八点要起床，睡不着。好累，我已经这样大概到四五点都会快睡着。应该是我的，你自己认的。你的帽子没有给他们。我要把这串折掉。有我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咦，你不知道可以捡很多东西。对啊。我应该完蛋。搞什么啊？好累又好看，然后又有好多事没做。好，谢谢。可以给我一个提袋吗？加五六匙的茶粉，然后
也是换成燕麦奶都蛮好喝的。然后我现在耳机里面在听的是 Charlie Puth 最近释出 MV 的 Let's Not How This Work， 或者好好好听，我一直循环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上家教，先装水。最近的喝水计划还在进行中，只是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达标到1000，喝2000。现在是晚上6点多，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冷，然后吃完晚餐了，我要走去家教的路上，只是我要吃太快。好像又会开始下雨了，是啊。小课。民生社区，其实晚上还蛮漂亮的，就是很安静。缺点就是东西都好贵。